下来呢，咱们就来吃一个包菜，这个是牛心包菜。咱们今天这个菜呢，就是尖椒炒包菜。因为现在都提倡节能减排嘛，咱就不浪费煤气，也不麻烦锅了，咱直接在嘴里炒，嘴里没炒好，在胃里面炒。好吃，它就是很鲜美，很鲜美，就像来到了一个有很多山羊的一个山丘上，有点像黄土高坡或者是什么，就这种地带，山羊喜欢在的地带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因为我在吃草吗？我现在着实是感受到了山羊的快乐了。山羊一定也会说：“真想不明白，人类为什么要吃那么多东西？那么多其他的那些不好吃的东西，草它不香吗？”就这个感觉。莲子都吃了啊！太好吃了，家人们，赶快冲进厨房，拿出来你家的包菜，跟主播一起啃，人间美味啊！特别的清纯，特别的香甜。现在我有另外一个画面，就是在那个太白山山顶大野海附近。有很多的那种野花、野草，还是草。
兽计突然没电了。